a lot of boring math later. 这是口香糖粘上的。他们这就是口香糖粘上的。你好，这位运动员，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健身采访，你现在心情是什么样的呢？醒醒，醒醒！嗯？你现在不睡觉，放风筝。老师的呢？1234567七六五四三。什么赛前采访？多少有点紧张吧？不紧张。多少呢？今天我们结束了一天的工作。我太菜了，我太菜了，把徐太太打在公屏上。要去划船。我就是很久没有在船上玩了。你小时候是在公园里面会划船吗？对啊，小时候就是去公园，就是买一袋瓜子，然后坐在船上边嗑边划。只想去划船吗？没有别的想法吗？就是看看美丽的风景嘛。那船你划吗？看吧，划累了就换人划。你特别想划呢？我特别想划，那我就划呀。但是把大家划到哪儿去，我就不一定，我就不知道了。船给划翻。船给划翻。那今天晚上还要吃饭吗？真是个好问题啊！干活了，徐阳。哎呦，哎呀，这手法！好饿，好饿，好饿，我真的好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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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真的好饿。打光，是要给自己打光，我自己的。他是爱上了这种自己给自己打光的感觉。没有办法。哇！我的天！好准确呀！我还行，就是他有两个头发在我的脸上，我先剪的。这决定是他吗？对。对，黄色已经不香了。哎，面容识别不了了。还有挂耳染。算了算了，现在就对了。这个地方一看就是跪地上拍的，不用告诉人家，我已经帮你记录下来了。叮叮叮，跪地自拍法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